来准备。湘琴和同学们到医院实习，会发生什么趣事呢？第一次当护理人员，面对新生儿的诞生，要学着怎么抱小孩，这可说是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哦。还有一些医疗器材的使用，对演员们来说啊，除了觉得新鲜之外，还真的是一大挑战呢。就是那个针，你针不要碰到就好。这个就是我确实找到喜欢的发球，然后再来去撕、去贴，你就把它贴完。哇，要当医护人员真的不简单呢，请大家一定要帮演员们加加油哟。特写，然后这个血抽出来，然后后面几个同学很紧张在看。先要打针，然后是真的抽血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我一直以为是假的，结果是因为由于昨天看到导演真抽之后，我有必死的决心，今天一定也会被真抽。不过导演还是被抽两次，所以就是导演。有啊，而且重点是，如果不看还好，然后我还要盯着他，然后看着我自己的血，然后被抽出来，然后还要讲台词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好，加油！好，为恶作剧。啊，怎么了，我手啊？真的还没有打下去，你怕个限度啊！真的抽了 ，OK 了，很厉害哦！恶作剧二问 ，To be continued。